書，仲喺第九集演唱等兩段咧 YouTube 片段，均達100万嘅點擊率，而佢咧歌曲《無證騎士》一樣咧達到過100万嘅點擊率。我哋俾啲掌聲，求有請 Rock 好嗎？阿 Ro 啊，係啦，咁啊，佢哋上一次見你已經係半年之前啦，係啊，咁啊，作為呢個和平大使，呢半年裏面見到亦都今日見到我哋咁多出色嘅得獎作品，有啲咩感想想同大家在場嘅來賓分享一下？我睇過畫集，睇到好多作品，好犀利。原來而家嘅同學仔係畫畫係咁犀利，因為我想當年我自己都有讀 art 啦，但係畫唔到啲水準，好犀利。就算是冠軍作品或者其他排名次或者優異文都很犀利。我相信而家可能科技發達啦，大家學嘢嘅渠道都多咗好多。就好似我以前都是我買啲片上網咁樣，就俾人去聽啦。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想法嘅，有自己嘅夢想，就真係可以用咁去追，因為而家更加多方法咁多渠道去加入。多謝 Rock 咧，鼓勵我哋同學繼續追夢啊！咁咧 ，Rock， 我都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嘅。和平海報設計比賽咧，係希望透過藝術啦，一部分去宣揚世界和平嘅。如果俾你用音樂去宣傳世界和平，你覺得要具備咩嘢嘅元素呢？呢個問題好難，但係我覺得係人與人之間嘅和諧啦。咁我覺得音樂係做到呢樣嘢，因為音樂係無界限。你就算是高位肥皂，你係咩年紀都好，一啲好嘅歌可以流傳好耐。咁希望可以用音樂做到一樣嘢，希望自己嘅歌都可以做到一樣嘢。一定得啊 ，Rock！ 我哋支持你啊！咁咧，我都知道 Rock 咧今日咧都準備咗一首好有意思嘅歌去支持我哋今日嘅頒獎典禮嘅喎。呢個時間我哋交俾 Rock 好嘛？俾啲掌聲 Rock！ 好嘛，俾啲掌聲 Rock！ 石灰粉。送给大家今日。
年华人生是美无可比，却没人可去使爱变美。抬头望黑暗过会是神迹，台上那般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凝望我心所爱的你。能路上天我地，人生是悲无可悲，人爱爱永不会死。抬头不黑暗过会是神气，排着那般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我哋俾啲掌声观众啊！希望大家好似小哥一样啦，怀住希望咁去听日加油！多谢 Rock， 多谢 Rock， 以歌声为我哋今日嘅得奖同学加油，继续努力去创作更加多嘅优质嘅艺术画作啊！实在非常之好听啊！咁咧，而家咧，我哋继续颁发其余重要嘅奖项，好嘛？我哋而家。